哈哈哈哈！我又回娘家了，这过两天就清明了。今天刚好周末，我爸回来扫墓来了，回来看一下。哦吼！门开着，没人在家，估计山上扫墓还没回来。八十去的，那就快煮去的。哎，外面的块干，十块干黄的东西啊，做饭吃。边烧火边看马路上的车来车往，风景独特。老二，这片地等着你来种菜。哼，这么大块地，不是说你就能把这块地种出菜来，那是你牛。那你儿子怎么办？你根本不回去，那我儿子怎么办？中午饭呢？中午饭不会回去吃啊，回去做啊？哎，菜，种这个五分田的菜，你竟然要住在这里啊？啊？我十点半，早上八点早到这里来都将近九点多，十点半又要做饭。不会起床啊？滚！这好久没回来了，走街串巷了哈。来吧，你那叫什么？该矿山就听你吃饭那个。打包出了呀？打包出了呀？说的没呐？哪说的没呐？要被别人说的。没有说谁呐？我哪里说的？我有钥匙。我帮你开门，住两天回去吃饭。喝酒？你不能喝。你喝？我喝。你喝吧，你陪你老婆喝。你管他酒啊？别乱说。没喝酒，馋了，馋酒喝了，喝一小口。你别喝哈。我不喝，你喝。